若压力不变，温度由27度 C 升高到327度 C 的时候，理想气体粒子间的平均距离会增加成原来的几倍。啊，题目说到温度从27变成327，化成克氏温标，那就是 300K 到 600K， 温度增加两倍。那所以体积呢，也应该增加两倍。这是根据理想气体方程式可以推出来的结果。那体积是距离的三次方，所以分子间的距离也就是2再开3次方，大概是 1.26， 所以本题的答案大概就是 A 选项。